行政院会初步通过为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为成立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来负责客家共享传播相关的事务。另外，共客广播电台23就开始放送了。不过，国民党立委今日早上开记者会，批评讲安尼做既然违反党政军推出媒体的原则。下昼就有民间客家团体出来讲，唔好打压客家族群媒体权用权。因为天台是爱叫强强出卖媒体的合法，不是人工的党政军来控制媒体。NCC 同校委会强强都发声明，否认控制媒体的指控。全国新天台、共和广播天台就会在6月23日开始放送的。初步集团由合委会旗下来经营。韩国合委会和台北成立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专门负责经营客家电视同共和广播天台一条相关的传播事项。不过，没引起国民党立委过不满，因为党政军又在搞经营媒体，刘洋立委没因为做得做得当的直言整合。民进党在不断提出来。党政军退出校园，党政军退出媒体，各位你就看到他一个一个把这话吃掉了。这个他的党的宣传品也进入学校，他的政也伸手进去媒体。政府本来就不应该控制媒体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才会主张说，应该是由专业来进行媒体。站在资源整合的一个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可以整合。客家基本法的修正草案出台前的发言引起争议，民间客家相关社团的成员没期盼记者会反击，因为共和广播电台是传统客家文化的电台，无啥新闻记者。另外，台湾没有其他的公营电台，共唔系党政军经营问题。其实哈，而你台湾有党多啊，像警察广播电台、教育电台，那些都是公用的电台。你的客家讲真经爱叫吼，嘛加油咧，公部门的力量，然后发出做到行啊好。诶，根本讲，你爱开视听，我就搞唔清楚，佮国民党个啥物主位，佮按样样来打压你客家人。国民党个立委呢吼，其实经验吼也还蛮开始做，其实讲嘛个哦也嘅党政军吼嘅嘅业吼媒体人咧吼，也实在是一。莫名其妙的嘅讲法嚟吼。另外 ，NCC 媒体16杨毅发出声明，讲合肥市设立嘅共和广播电台系照广播电视法同客家基本法成立嘅公营广播事业，冇违反党政军经营媒体嘅问题。韩国合肥市未发出声明，除咗否认共和电台未变做政策符合嘅工具以外。美共黑共公司法修法过后，设立出权传播专章，合肥市应应同公共集团合作，并应公共集团。韩国公司法修法黑共某天专章，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提喊白美做地同公司合作，向下分享制作资源。不过节目制作黑国是独立的。客家新闻反共议林君勇特别报道。